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多大德提倡持戒念佛，而且日本净土宗则唯念佛，无需持戒，请问您怎么看啊？往生的正因只有一个，念佛，不要夹带，夹带持戒念佛，或者是禅净念佛，或者是教理念佛、定慧念佛、菩提念佛，什么念佛？如果夹带的话，附带条件的话，阿弥陀要平等救度十方众生，那救得了吗？还有这里有一个误区，认为我们强调念佛，那就不要持戒，那就不要禅定，就不要深入经藏。怎么会做这样的解释呢？那要不要吃饭？要不要穿衣服啊？对不对？因为没有冲突嘛。念佛是就往生来讲的，那持戒，每一个人的这个本分来讲的。譬如说在家众，他如果受五戒菩萨戒，他就要去守这个戒。那出家众有比丘戒、比丘尼戒，随个人的本分，而且学佛的人本身都有一种向上、向善、向净，去恶行善，而且修真养性，同时要净化社会，要服务人群，要发菩提心，要劝进行者，这个跟往生是两码事。念佛是就往生来讲的，那么其他这一些是就我们本分来讲的，所以不是说哎呀，强调唯一念佛就不要去持戒了，甚至呢排斥持戒，甚至呢去破戒，不是这样的。而且念佛之人体会佛的慈悲，就有佛的爱心。阿弥陀佛如何爱我们，我们也如何爱人；阿弥陀佛如何为我们，我们也如何为人。而且我们之所以求生极乐世界，难道我们是去逃避吗？或者是去享乐吗？都不是的，是为了更好的能够救度众生，所以到极乐世界去。有一句话说，不怕不会说法度众生，只怕不成佛，成佛就自然会说法度众生，那不怕不成佛，只怕不往生，往生就会成佛啊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